大家好，我是喵小千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PRB 90分钟耐久赛的第21站，已经是 AC 的最后一站了。这一站是 AC 的 A186， 在 Brand Hatch 的硬地配置，就是一个小场地，刚好适合着跑得比较慢的86。但这场很可惜，参赛人数非常的少，只有5台出来，是因为86比较无聊的关系吧。啊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现在是第三起跑，我的画面。等你也起跑。伴随着起跑，不知道哪来的狗叫声。它靠近我，我很抖。进群是第一，我第二。这个伸手从我内线穿过去，拿下了第二的位置。小哥不好意思，小孩在前面蠕动。蠕动？你在干嘛啦？蠕动。你要干嘛？但马上伸手就自己开出去，然后我们避过他，回到第二。爸爸，我去。啊，不要留在干嘛？真就坏了。嗯，难哦。一圈差不多才一分钟而已。不要凑近，等我四下。我看不到路了啦。啊，你坐好，你坐好，你坐好。真就是想撞我。该训练小朋友参赛了。啊，不要动。去创下了最佳单圈，我们是第一圈，第一圈的时间不太准，我逐渐离进圈越来越近，我其实还蛮喜欢这台车的，虽然很慢，真的很慢，非常的慢，所以就是想撞我，但是开起来有一种很有趣的感觉。这就很关系了，没有啊，感觉他想撞我啊，他怎么不回话？因为他在行事阴谋，没有空回话。在 PCL 里面开新一代的86，我也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可惜 PCR 没有 MX5 啊，如果要说什么车可惜没有的话，苏马鲁也是 WRX。 嗯，没事了，你又可以看起来小朋友还蛮开心的。进来到第四圈，那就我目前负388。你说不说话了？哎，哎，他们有机会创下新的记录，而且追进了进群，前面居然看到一台车，受到小孩突袭的 NX， 不麻烦，四圈就遭套圈了，好可惜啊！他儿子。
创下了最新纪录，1:01.332，跟上了季群。汉堡包在。汉堡包。小朋友，进入第六圈。这样看好像可能是没有什么工坊。让哥哥哥，拜托拜托。哇，上一次的音势还蛮刺激的。一口气拉近。前面出现了黄旗，第一个弯有黄旗。嗯？令人害怕啊！没看到。黄旗没有结束，哦，停在第二弯的旁边，停在路边。Alex， 因为我是把线缠在一起。坏了，坏了！没有坏掉了。通过黄旗区，已经跟得很近了。这弯入弯有点太快了，好不容易拉回来，我要这个。不太知道说什么，就是跟着嘛，攻击啊我，好像也没有办法了呢。这速度，玩的时候挺刺激的，看的时候就不怎么样。哇，我被罚秒了，罚了5秒，就是这个馒头呢，好不容易追上，却被罚了5秒。5秒啊！我选择在这个弯曲放油门消秒。你还是被拉开了不少。被罚5秒，实际上损失的时间大概是3秒多。瞬秋还不讲话哎！哎，我刚刚没讲话，按到了。瞬秋。啊！我一直有讲话啊！不小心静音自言自语的悲哀，我怎么？我一直没听到哎！我刚刚都在说你没有讲话啊！现在第九圈，刚画好几圈才跟上，现在要。又要再花好几圈吗？今天比赛虽然人少，但是狗跟小孩都来参加了，就是
学那个。那个学。这个。哇，空气树啊！来一个，这个。前面又出现了黄旗。目前还没有看到状况。黄旗解除。不晓得谁出事。又一个黄旗。似乎有人停在那边的草地上。就怕草地吃到饱。差不多回到蛮接近的地方了，又一个黄旗。不会，因为黄旗继续小心的慢慢开，对我来说算是一件有利的事。总算回到离鸡群比较近的地方。而且有机会创下新纪录哦。快了0.084，我们再创一个新纪录，又黄旗。前面有人在第二弯的那一侧失误，开到外侧去躲。是我们的 Alex， 小孩真可怕。我不要，妹妹。看来我能够占到优势的就是最后正好连续弯曲，撞下去就对了，超级车。不行啊，然后直接跳过去，都把他送过去。好可怕！太可怕了，翔哥。我是一家。换错了，一个快男说，距离又一次被拉开。那我们的差距应该是非常的小了。
就已经可以穿咯。这么远，我刚进去那圈速应该是差一点点。进去似乎有一点点甩起来，整个第一弯慢了下来，弥补回我刚刚那个换挡失误造成的空隙。经过了十五圈，会不会就这样都到结束呢？非常欢乐杯，我忘记那时候 有直播还是没有直播。可 Alice 啊，进群在这边吃到一点草。被他救回来了。第一弯进群没有进到内线，似乎注意力开始下降了。失误都是我的机会。那一次欢乐杯，那个 Alex 从头斗到尾，整整九十分钟，几乎是整整九十分钟。应该是 N 三百还是 N 四百？就开一些日系的老车大对决。我开的是速八路 ，Alex 开的是 GT 啊。好像是这样吧，印象中。这里能好听吗？我们一个转弯快，一个直线快。哦，我顺便帮你们带走了。哈哈，你是前面那台啊？是啊。我已经要套圈相隔了。你好啊。迟迟还是没有任何超车机会啊。你一定要带两个哦，不能只带一个哦。是啊。这样就弃技群，把我们结果。相隔自己是个，差一点滑回赛道。真的要带走人了，对了，翔哥。打滑。我还要打滑，会在那吹几圈，然后就顺便动动你。差点走你的路线出去了。我跟这群都顺利的通过第一次翔哥考验。等一下我就来一个忘记刹车也可以。小的失误，第一个弯稍微滑了两下，这群的会用打滑弥补我的失误，人真好。哎呀，
循环接近。这就是超不过去。去连着进去，稍微岔开路线，第二个弯进入内线。嗯。进去没有发现我在内线轻碰了一下，我也有点慢才切入，有点危险，硬拼的超车，还好有成功，20圈成功上升到第一名。我们这集差不多就到这了，因为只有我们两个有斗的。哦，喜欢的话别忘了在下面帮我按个赞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哦。还有 FB 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